姐姐在吃这个麦维他消化饼。姐姐，在巧克力口味的，好吃吗？嗯，姐姐，你也要吃哦。姐姐，你喜欢吃吗？你试试看，看好不好吃？怎么样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那你坐着吃，不要站着，因为坐着的话，屑屑很容易掉到很远的地方。我也觉得很好吃，我也在吃，我已经吃了一口了，还不错。嗯，啊？我吃一口了，对啊，你姐吃姐，第二口了，对。对啊，哦，这个怎么那么好吃？而且它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哦，因为它上面写消化饼，消化饼的意思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，就是我如果说我们饿了啊，我们就可以吃它来得取能量，来帮助我们消化，应该是这个意思的，我在想。哪里写消化饼？这里有写啊，这个对，它写消化饼消化饼呢？，digestive。在上面是巧克力酱，对啊，很好吃。在你那都有消化饼。嗯，那蛮好吃吗？那蛮，好吃，妈妈吃一片而已。是啊，他不喜欢吃啊。我不知道。他可能喜欢吃辣的吧，所以就不喜欢吃啊。他喜欢这个很吃。大包哦，这一大包吧，才买49块钱而已，不会很贵，49块钱。饭买那么多，对啊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把它吃完吧。应该我会不会等下我次们一起分我会享。不会等超大机器人跑这边了？嗯。